在消防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基隆市消防局又要改组成立特搜队来因应地震等重大救灾救难工作，传出打算要解散暖暖消防分队吗？基隆市议员吴华嘉非常关心这件事，在基隆市议会紧急提出质询。但我们现在目前消防局人力编制不足的问题，而且其实消防局一直有希望成立这个特搜队，但是呢，因为听说明天进行改组会议之后可能就会定案了，所以目前我这边听到的方案是有可能暖暖分队会进行解散，那将人员分散到各分队之后，将各分队目前的特搜队的成员呢集中到我们暖暖分队目前的这个部分来进行这个执勤，那接下来的执勤工作可能会有所调整。那想询问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以及特搜分队改组的方式和必要性。那未来暖暖区的救灾救护以及防灾安检的工作将会如何分配？那还有呢，就是如果进行这样的业务调整之后，对于路况不熟悉的队员在救灾救护上会不会遇到有延迟救灾救护的问题等等？吴华嘉的质询也立刻引起市议员陈冠宇连带关心。就是华嘉议员那边收到的讯息跟我这边收到的讯息有点不太一致。那专责分队这件事情是从局长来的第一天，我跟你约拜访的时候，其实我就一直有在提。那当时听到的做法跟就是包含是说，在上一次的讨论都比较是说让本来分散在各地的专责分队的队员可以集中，但这个集中不代表说在分队本身的编制上面会做调整。可是如果说现在消防局内部是真的打算要将就暖暖分队做取代，那这当然会衍生出很大很大的争议，那也会跟特搜分队本来的用意完全背道而驰。市长谢国良答询表示，成立消防特搜队的前提是不要影响到各消防分队的救灾业务。我们很关心特搜队在基隆市成立的情况，但前提是各个区域的分队的业务我们都是希望不要受影响的前提来进行。那议长也说，我们就简单回答一下，所以后续的部分可不可以请消防局局长来做相关的补充？消防局长尤嘉义接着补充表示，目前不会删除任何一个分队，不过要成立终极的特搜队，至少要有80个人，因此会从各分队抽出队员们训练，考取相关认证，确实会影响到部分消防分队的安检业务，但是会派其他分队人员去支援。为了要让明年我们有办法成立特搜队，然后有办法经过消防署 NEP 的认证，所以我们希望说，其中我们找一个分队，将我们的部分的特搜队员集中。那所谓部分集中，就是因为我们其他的分队还是会有特搜队员，因为我们要通过 NEP 认证，我们必须要有80位通过特搜训练的同仁。那这80位，我不可能就集中在同一个分队，一定是打散在各分队。只是说，其中有一个分队，他的特搜队员会比较多，人数比较多。那有关于相关的勤务的部分，譬如说像安检、水源查查跟救护以及火灾的抢救这些，大部分不太会受到影响。因为我的规划的原则是希望说，我们虽然成立了，但是它的勤务量不要受太大的影响。所以，我原则上只有安检的这个勤务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刚刚譬如说有提到说，所以我们不会删除，目前不会删除任何一个分队了。未来只有安检可能会稍微把它的安检的勤务量挪给另外一个分队来执行。那因为他们这个分队要执行相关特搜通过认证的一些工作。其他的大概目前都还在讨论当中，相关事宜我想请消防局做好研议并做好沟通，那务必完整的让我们市民的安全及消防队员的权益都可以受到相当的保障。如果还有意见的话，我们请议员到时候临时会再提出，好不好？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